什么意思？时光的印记呢？还能减伤吗？为什么刚才 A 不死小兵，等他的 E 结束又能 A 死小兵了？时光六级兄弟，先跳走吧，兄弟。难道说为什么？但是他有虚弱，他太团队了。一时间居然脑子转不过来，我的不是少了个人还接啊，真不要这么。看到我了，看到了，我操！不杀人马，
这又是为什么？这是噩梦吗？这是噩梦吗？